这就是之前二少爷说叶青兰想起的伤疤。还好及时处理了穆安河，不然他说出去我可就完了。从穆安河这一大笔赎金来看，你已经把穆家和叶家都快掏空了。如今这穆安河一死，叶穆两家的财产不都归你了？穆家和叶家根基深厚，哪有那么容易被掏空啊？现在只不过是缺少流动资金罢了。叫你别说事儿啊！哪儿？大少爷，别让他跑了！大少爷，醒醒！大少爷，什么？